冷心瓜卖出去，再一起卖好了。不过我要公开我的价格嘛，我很犹豫。Tony 999，你觉得你要？熊宝宝那种上哇，中长靴好没印象，这个印象还没。然后你的镰刀其实也蛮少见的。讲，那个，对啊，其实幼苗也是可以卖很多的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又讲种子，毋庸置疑。然后那个，走进去是。这边之后会讲，不是现在啊，之后讲。种一下那个，这现在可能会拉等级啊，会升级啊。你就可以采收，我尽量升级啦，好不好？很久，60等我就可以升那个建筑物。